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李，我是小帅李，这是我爸。尊敬，哪个是你爸？错，这是那么老，这是我侄子，这是我叔。今天我们又做一个你们常爱吃的菜啊，这个是五花肉焖莲藕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五花肉、莲藕、番茄、葱花、辣椒、蒜米，还有芹菜啊，这是必配的标配。起来，日本人。
小二没有嘴，今晚上要喝点了，因为今天干活嘛，不，好，快乐，这叫快乐，这叫快乐，知道吧？看一下，这是我制作的红酒杯，这是喝酒好喝啊，这个，那个青少年禁止饮酒啊。我成年了，我无所谓，我搞点给我粉丝，我搞点给我粉丝，我粉丝先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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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我的妈！来，我的粉丝先吃。来，我的粉丝也吃啊、哦！别让他的粉丝给吃惯了，这个吃完了吗？到我们了啊、哦！嗯，美味。如果你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啊，你们看我的视频啊，你能解压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对说的对不对嘛？对吧？就是你不开心的时候，能让你们开心，也可能让你们看一下在城里面啊，你们没有见过农村是什么样子的，这就是农村啊。不是，其实其他的农村人的生活都挺好的，就是我们村啊，别人家的条件都挺好，就是我家条件稍微差一点，就是自己不怎么走运嘛，但是吃喝还是不愁的，你们不用担心，知道吧？嗯，哇，爽。这是一种享受。喜欢看我们的视频的话，给我们点个双击，点个关注，免费的啊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发视频你们才能看得见。嗯，为了节约你们看视频的那个时间，我一口给甩了。喝。你这也很。你们可千万不要模仿我，因为我喝酒，我心里面有数的，知道吧？因为我喝酒。我能喝多少我就喝多少，喝不了我就不喝了的。你有个屁数你。咋没屁数啊？昨晚上还喝醉了。我啥时候喝醉了？你这话你说的。我喝酒从来都不喝醉的，你看这五花又肥肥嫩嫩的。我信你个鬼。嗯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嗯。美味。好，我们这期视频呢就更新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拜拜。太好吃了，海货店吗？朋友们，嗯，还有舅们，海货店，你只喝到。